我叫白小飞，我的身边发生了无法想象的灾难，我要活下去，并且要救助更多的人。小薇，你要等着我，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。奇怪的师兄，不知所愚蠢的人类。神皇殿下，您要找的人暂时还没有消息，不过红衣大卫那边好像有收获了。饿了。是。神皇殿下，请享用。当年的实验品所剩无几，能拿到研究成果真是件好事啊。至于龙驹的后人，胆敢盗取我的不死药方，我定要将其碎尸万段。想跟我过两招吗？一定会灭的，你保你自己。这种以大欺小的事情你也干得出来呀？你们都别碰他！我来看看，小飞疼不疼啊？你快去找新平梅，我先上。新平梅，新平梅，现在让我去哪儿找新平梅啊？这里。这么凶残的家伙，确定是他护送你来的？我……大家不要乱，到这边来，我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去。有人来救我们了！这里哪还有安全的地方啊？千年之后，不知有谁能与我一战？敢小瞧我们！右边的是真身，去吧。好快！这是那只变色龙变的，怎么会？不好对付，先让我来干掉本体。精神催眠术。哦，灵魂出窍。居然现在还有这种巫术，有点意思。不过这种雕虫小技在真正的力量面前不值一提。是什么？怎么会？小飞，我
痛！叔叔，我好难受啊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感觉内脏在颤抖。糟了，我的本体！在灵魂出窍时，本体特别的虚弱。拉寒！大家，快走！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怎么突然之间都晕倒了？完全没有头绪啊！胖子，你怎么没事？我们是不是中毒了？我自小习武，自有内功护体。你们两个听我说，这叫次声波，简单来说就是发出一种频率很低的声音，在与我们人体器官进行共振。如果不快点阻止它的话，几分钟之内，别说这栋楼里的人了， H 市所有的人都难保性命。瞬间屠城？他们只是晕倒了，应该没有你说的那么恐怖吧。你有内功护体自然不会受到影响，可那些都是普通的民众啊，更别提那些弱小的动物了。他们甚至能听到刺耳的声音，会更痛苦。而且，还有可能招惹来一些奇怪的东西。这家伙不简单，情况远比你们想象的要糟糕得多。你们俩是唯一还清醒的幸存者，这些民众如果有生还的，就拜托你们了。这手套你拿着，希望能派上用场。喂，别突然送我装备啊，很丧气的。接下来我要用金针切断我的所有痛觉，激发全部潜能。我们特能队的职责就是用生命去守卫家园。喂，你就一点都不怕死吗？人固有一死，轻于鸿毛，或是重于泰山，那可是自己选的。生命倒计时开始了。